宋乐六月底才刚结束高雄演唱会，本月十四日又将在台北开唱，把台湾当造咖。在高雄演出的时候，宋乐也把握时间观光。YouTube 频道公开在高雄拍摄的影片，标题为台湾二十人份巨无霸芒果冰吃播。宋乐开心挑战巨无霸芒果冰，到了店内后看到比想象中还大的芒果冰，直接把宋乐都给逗乐，边吃边忍不住笑出来，感叹真的好大，感觉有二十人份。之后他也把芒果冰分食给其他工作人员们，但分量依然没有减少。宋乐还说这根本是芒果甜了吧，还在留言处写下这是我吃到人生芒果冰的日子，更在影片中大力推荐来台湾一定要试试巨无霸芒果冰，让粉丝们也直呼看来潮汕的游客又要增加了。